我是一名微缩模型制作师，从事微缩模型有10年的时间了。这是我做的一件莲花楼的微缩模型，是最近很火的莲花楼电视剧里面的一个莲花楼。这个莲花楼呢，我是按照1:20的比例去制作的，上面大概有100多个物件，大概用了1个月的时间吧。这个主要材料呢，就是用的木板，还有一些木棍什么的去制作的。最小的一个物件呢，就是我用一个硬木去手工雕刻的一个李莲花的酒壶，高度在1厘米左右。因为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武侠类的一些电视剧、影视剧，所以说，看到这个电视剧之后啊，非常喜欢，并且感觉这个里面的这个楼啊很有特点，就想着用微缩的方式给它还原出来。